欢迎你来跟书燕学中文。这里是中级班的成语课，今天我们学习成语"一本万利"。这个成语的意思是，用很少的本钱，也就是很少的花费，赚很多的钱，获得很大的利润。一是最小的数字，本是本钱，万是很大的数字，利是利润。在做生意时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成语。这笔买卖真是一本万利呀。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成语做比喻。在网上学中文，真是一本万利，没有什么花费，但学会了中文，太有用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来读一下关键词。本，本钱，赚钱，获得利，利润，做生意，比喻。花费有用。好，接下来我再用正常语速把这个成语讲一遍。一本万利的意思是，用很少的本钱，也就是很少的花费，赚很多的钱，获得很大的利润。一是最小的数字，本是本钱。万是很大的数字，利是利润。在做生意时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成语。这笔买卖真是一本万利呀。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成语做比喻。在网上学中文，真是一本万利，没有什么花费，但学会了中文，太有用了。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，再见。Special thanks to Dr. Liang.